络电视的观众朋友来，我向支持大，咱今麦倒转来了，伊原讲哦，国文老师共同咱过来探讨咱这个台语的这个用字哦。咱若是讲要爱用啊，这个写文章用台语来写文章的时阵哦，这个字哦，都咱拢拄到的拢困难，就是讲啊，这个也讲啊，搁勉强哦，较好应付哦。啊，你若要写的时阵哦，啊头足大个，啊所以讲这个课程哦，都爱定定。常常看，今仔学一字，明仔再学一字啊！啊，毋过学一礼拜了，你若无去写，又搁袂记。我就是属于迄型的啦。好，啊，咱拄则讲着讲，这个伫底食吼，我伫底啊，你。我伫食。哦，我伫食。嗯。哦，你迄落徛伫食，徛去遐，哦，我嗨啊！这嘴齿无啥对哦，伤干。徛伫食。嘿，徛伫食啦，吼。嘿，啊，咱即下过来继续搁讲嘞。哦。嗯。即嘛吼，就是台语即个字是足基本的一日咯，一日在讲几十摆、几百摆吼。啊，即嘛我伫遮，较一寡较对汉字吼，较固执的人吼，拢写在啊。哦，我在这。我在这里，就是我。伫遮，所以伊写即个在字，你嘛袂使甲讲毋对啦，吼，袂用讲毋对啦。啊，问题就是讲，即个在字要安怎读安尼尔？即个在字吼，咱台语的在是无咧叮当啊。徛伫在，哎，徛在无咧叮当。讲树头呐，徛有在。嗯，徛有在，唔惊树尾咧风台。吼，你是有这个在，啊在甲少来读白音，咱大家讲这白音吼，白话音要甲读做字，啊，唔是袂使的，吼，是问题是要考虑到讲台语吼，诶，这个关于字的这个标准在的这个组词吼，组动词有三句，一句大，我大一只，啊，我大一只，中文嘛是我在这里啊，嘿嘿嘿，你大几对？啊，所以这个大字嘛爱写在咧。我住伫遮。吼，啊，佮佫一句咧，我踮伫厝里，我在家里。我在家里，我踮伫厝里，这个踮。啊，这个踮。踮就是垫垫的嘛。嘛是写在咧。我在家里啊。嘛是在啊。吼，啊那安尼，如果一个作家，吼，一个写文章的人，伊若写讲。我踮伫厝里写，我在家里的时阵，你即个在哩，你敢有法度甲读在我踮？系啊，都问题吼，问题就来。这个问题，所以针对这个问题，有真侪人想讲要来改分开啦。啊，当该啊应该分开啦，吼，啊应该分开。所以这里大吼，大有人写这里。唔过，这个大呐，北京话说读作“字那”的“字”啊。哎，这大，这个有人写这里，吼。啊，这里咱通常咧用啊用个“肚”，最肚嘞。最肚嘞。腹肚肚肚。哎，肚。都无通就对啦。哎，无通个肚肚。啊，你大伫对安尼，唔对用这个。哎，一下，所以这里有感觉是啊，无真适当吼。啊，过来就是，譬如讲，吼，譬如讲，我这个，这个，我有写一本字典，吼，我提出这个字啦，吼，大，大，哦，就这字啦，啊，唔当用三点水，三点水就迄个，就这字来，吼，这字，但是这字是，电脑拍出来无？中文系统内底是无，但是 Unicode 有 ，Unicode 这字是有。不过啦，伊汉字咧用的时阵，这里是原来较少的啦，啊无伊原意唔是安尼，伊原来人嘅意思原来唔是大意思，甲大拢无关系，吼，甲大拢无关系，是较少来用的，吼，较少来用的。啊，这个电脑内底吼，个英语课内底还佫有一字安尼。也够一只安尼。哦，你大遐，就是你脚掂掂伫遐，唔好叮当。啊，够一只安尼，吼。这可以甲借来用，也无得客啦，吼。这个甲人字平两个借来用较好，啊，那三点水的吼。对啦。看起来，迄个看相。借这两字来，吼。啊，
无得确啦吼。不过这个字在中文内底是跋倒的意思啦。系啦，对啊。跋倒的意思哦。啊，不你甲借来用作大吼，啊是勉强吼，啊无得甲比三字较好啦。但是我的建议也是讲，最好你用罗马字啦。用罗马字，最好用罗马字吼。那用罗马字都啊无分钟啊。无讲你个较对啊，我个较唔对啊，哦，都无迄个代志，哦，所以大。罗马字就有法度将咱所要讲个迄个音表现出来，对不对？大。大，我认为讲安尼是上迄个大。注意顶关节咧，即个拍你这边个，拍你边个，那拍那边个大，啊大。你大伫对。啊大。我大只。唔是。你讲个无变去，这是大写大嘞，哦，写大嘞，写大嘞，只就是大。但是我住伫台北，我住伫台北个时阵变调去哦，个语调，我讲只有只二调，二调咧一直咧讲本调，本调就是本调。啊，但是你若咧讲话个时阵，你唔是讲啊咧，你讲话时阵变低音去。我点点的，哈哈哈！这个点啊，点一家的点，好，点一家的点，这个点你上适当的，应该就是这里吧。干嘛点迄个点？上适当的这里点。开店迄个点。上适当的是这里啦。嘿，咱古足侪人有写迄落呢，有加一个迄落竖心旁呢。对，给。他怎么点点的？嘿。啊，这里就是唔对啦。这里心麻病吼，是绝对唔对啦。因为心麻病，你若要甲摕来讲，或者我点一只，无得甲袂好紧，甲照来用。但是问题是，这心麻病后摆台语内底你爱用，爱用着，爱用着，也意义呢？不讲要惦记呀。惦记着你。惦记着你啊！惦记着你什么意思？惦记啊，得想。甲你记咧，甲你记咧。记诶啊！你咧替你咧烦恼啊，安怎拢想着你诶代志啊？啊，你代志要安怎讲？我心肝点点啦。我心肝点点啦。点点啊，心肝点点啊，烦恼烦恼啊。点点挂诶心肝头诶点点啦。点点，这里是点。唔是点，所以这里点着啦。啊，对话。你无穿鞋啊，踏着石头，点着无迄个点，搁加迄个点搁无加。这是点，是心肝内底的烦恼。心有心。快意，快意。哦，快意。啊，是这个意思。所以这里要甲摕来读作点，是无适当，哦，无适当，哦。啊，这点内底点吼，即马啊无变啦，无变啦。哟。好，就无你啦。啊，其实这个大低点，这拢难倒去。哦，这拢难倒去。啊，这拢足舒常用的呢。你一工，为目睭闭金甲甲困，足爱用。这拢甲马来语有关系呀。有关系，迄个语言。所以吼，点，咱建议讲吼，原来用罗马字就好啊。点啊，过来大，啊，大是，我大一只是，我大一只是一个较短的时间大一只，哦，短的时间大一只，哦，啊，过来这个，点，
店是，或者讲店的厝内，有一个不一定厝内吼，即个有一个店的运动店，吼、嗯，店的多啊店，吼、嗯，店有一个范围的对啦，一个范围内底，咱台语来讲店，吼，咱台语无讲地，对不对？哦，我伫厝内，诶，迄个一定个阿伯讲，我伫厝内会安怎安怎，才有讲我伫厝内，应该讲我店伫厝内，我店伫厝内，嗯，哦，店，嗯。店是一个范围内底。昨你去做接拍电话，哪会无人接？咦，奇怪，我著店伫个厝内啊。哎，我店，我店厝内。店伫厝内。哦，好、哦，大概大意是这安尼，好、哦。嗯。啊，过来大意就是好，迄、那个地，嗯，啊地，啊个一个地，好、哦，地、嗯、一个一个地，地是对在讲的方说，顶个英文的这个 ing， 好、哦嗯，我地食饭，哈、嗯，我地食饭，啊，即地台语要转变去，吼、嗯，有人外音讲说，叫做咧，我咧食饭啊，我咧食饭，咧甲地是拢同款的，吼、嗯哦，有人讲咧，有人讲地，啊，比如你啊，你啊口转的时阵，你讲转咧，啊，若歹转的时阵讲地，吼、嗯，袂要紧，拢同款，即咧地同款，吼、嗯，啊，即咧咧是有一个问题咯，嗯，咧。我伫食饭，即个伫，即嘛要安怎写嘞？哈、嗯，我讲我伫伫，我伫伫上课，哈、嗯，我伫伫上课，哈，啊，我伫伫上课就是我伫咧上课，哈、嗯，啊，我伫伫上课，即、這个伫咱主要讲啊，哈、嗯，啊，即嘛伫咧，伫，对，伫，哦，伫，伫，伫即嘛吼，嗯，即嘛伊写即个伫写拄只迄个厨啊。嗯嗯，迄、那个厨，迄、那个用迄个读做地的时阵，即、這个地，伊写是，哦，我地地食饭地，啊地，哦，嗯，天地的地，天地的地，欸、这嘛有淡薄啊，臭破味啊。我地地食饭，哈、嗯嗯，我地咧食饭，我地地食饭，啊，嗯，啊，有人写咧，啊。嗯啊，佫有一个写法。嗯。啊，佫有一个写法。嗯。哎、欸，几地？一地，我伫地。我伫地食饭，啊，毋过这感觉看起迄落字面吼，无遐尔歪吼，啊、欸、是干呐讲地。哦啊，即款写法也毋是即要才有呢，一地两地，就较早来有，吼、嗯。啊，我感觉这个拢会发生争论、嗯，有人讲好，有人讲唔好，嗯、哦，拢会发生争论、嗯，哦，啊，哪会发生争论不利？没有，罗马尼，罗马尼，哦，啊啊，对，罗马尼就足简单，足好写，嗯，哦，两字尔，对，对，啊，对，嗯，真好写。好、哦，哎、欸，安尼够简单，食、好食，好好哩吼、嗯。啊，即爿即个地，咱台语常常讲吼，变地去啦吼。嗯，啊，地是着，即爿大概咧用拢用地较济。嗯，哦，无咧，有咧。哎，现代台语即地，毋是有咧，无咧，即问题是遮。哦，地台语即个地的吼，即爿上济啦吼。嗯，嘛是遐在啊。嗯。我咧食饭，我在吃饭啦。哎、嗯，我嘿对。我在吃咯，有人写在，哦，啊在读袂出来，读袂出来，有人写多字字咧，写咧。咧、嗯。龇牙咧嘴的咧。咧。我咧无用。好、哦，我咧无用，写字字咧，好、嗯。好、哦、，OK， 这里甲摕来做造词，哈、哦。嗯。啊，即摆来语尾造词咧，比如。嗯。啊！你咧创啊？我咧食饭咧。嗯，我咧食饭咧。后壁即字咧。嗯，咧。后壁即字咪共你共写即字啊？用个裂开的裂。裂啊！不共写即字啊？安尼，即个助词甲语尾助词吼，即个 ing 是助动词，即助词吼，甲后壁即个语尾助词。共款话。共写迄字，佮无即款文啦。全世界，包括人中文嘛，无安尼就对啦。中文也无写迄文，吼、嗯哦嗯。所以，阮建议同一款，同一款。咧、
我咧食饭用罗马字。吼、哦。我咧食饭咧。啊啊！就我咧，我咧食饭咧，我咧食饭咧，后壁迄个咧，再用迄个汉字。嗯，再得靠诶一个字。啊，对对对，再用汉字，啊，恁来吼，即个文安尼看起来，都要一目了然。对对对，啊，这是助动词哦，表示 ing 诶，啊，别即个咧是语尾助词哦，安尼都清清楚啦。对啊，你经过你安尼解说了后，你感觉讲写一篇台语文章？敢那太困难嘞，就袂啊。对啊，袂什么困难啦、啊？你一直要个想汉，你要安怎排？要学袂晓，就唔免安尼。我拢在用音嘛，用音去。放心去个用。灯活。因为你啊，走去街路看。嗯。走去街路看。嗯。咱现在咱的社会，吼、哦，看棒咯吼。嗯。还是讲啥？电视顶关的字幕咯，有诶无诶呢？大概罗马字加汉字。嗯。占了一半了啦。嗯嗯。占了一半了。咱讲用汉字甲罗马字来南边来写台语，唔是咱的发明啦，唔是咱的发明啦。以现代社会来讲，安尼是一种解决的方法啦，吼，一种解决的方法。好，啊，咱即马都要讲讲甲即个啦，吼。啊，即马就是讲吼，但我是家，家，我是家。我伫食要安怎写？食，即个食啦吼。咁较早拢用啥物？甘蔗的蔗，佮用一个走尾啊平许。对啦，唔是迄个蔗嘛？嗯。迄个蔗。蔗啊，蔗住啊。蔗。嗯。系啊。扛起来意思。蔗咧啦。嗯。去读蔗啦。嗯。去读蔗，问唔对啊。哦。去读蔗啊。嗯。点四点。嗯，啊，嗯，字读家是无唔对啊，家，伫在家，家咧，甲家咧啊，嗯嗯，好，啊，我讲家用这里，嗯，家用这里，嗯，好，啊，这里通中文是甲做字啦，甲家咧，吼，嗯，啊，你讲家要甲当作讲家，嗯，对无？嘛无啥对咧，对，就是家里，家里哦，家等于家里，一但。但这个牵涉到迄落啥物事？牵涉到一种字的迄落字学气啊，真晦气。嗯，譬如讲真啊，嗯，大，为什么真是现在？嗯，为什么伊读个真？啊，得够大吗？唔是啊，真唔是够大啊。嗯，真就是金啊。嗯，大要出头天啊。唔是啊，就是金啊，金啊是金啊。嘿。金就是金，金甲金共嘛，金就是亮啊，亮亮啊，啊亮亮就是即卖亮亮啊，目睭若起来，暗遐都唔是现在了，暗头啊，都不是现在啦，伊个厉害些呢，所以那个拄则你讲迄个家吼，家就是，你头前你面头前唔是家咧，啊面头前就是家，面头前家，这是对哦，这是对哦，问题是，安尼吼，咁。有较好用就对啦，吼！啊，你着搁再去讲遐就对啦，讲遐厉害啊，对啊，唔对啦，安怎吼？咱台语的分钟拢是一只，咱台语的分钟拢是只，所以这里那像讲这里有分钟的啦，吼，吼，有分钟的，还有讲叫做加，啊，搁有人写这个字啊，这里。啊，个写字哩，哦，字哩嘛是对啊，字咱只北港伊读个词的嘛吼，啊咱台语就对读字的嘛吼，字读字啊嘞，字读字，哎呀，对咯，伊那写迄落什么字介绍什么什么，对啊，加加，唔是，咱有一个例嘞，嗯，有一个咧，西域中国西域有一个所在叫龟兹。哦。龟兹吼。嗯嗯。龟兹或者骨架。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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骨架的骨架。嗯，骨架。骨架。嗯。而且它“架”也是无唔对。嗯。不过，这个是讲吼，像咱咧人读个北国文吼，北国文“兹”安怎“架”跟你讲吼。嘿嘿嘿。啊咧，啊所以你呐，假使讲你呐。一定都爱用汉字写的时阵，吼、嗯，哦，迄都叫嘛一个方法，
这两个嘛，一个问题啦，吼。嗯。讲这三字内底要，你要安排多一字啦，吼。啊，等下大家啦，正人啦，用迄字，啊，就变迄字啊。系啊，那写就对啦。文章写愈多啊，话人结果看足侪人拢用迄字啊，敢唔够有通哦？对啊。巩固的是写啊。啊，那无嘞，吼。我就讲，那无嘞，落巴字。嗯。伊咧愈文章啊，愈唔免甲伊钱迄个钱，我都是甲对我，甲对你的，唔对，唔免食。食啊！食要安怎写？食咪足简单嘞，吼！你讲着足简单，阮拢我袂晓的人都，食啊！食，食，嘿，食，嗯，食，嗯，好，安尼。哦，安尼阁愈简单。食，嗯，也袂比迄较歹写啦。嗯，袂比迄走尾啊，迄一位吼，还是讲迄字尾迄一位，无较歹写，吼，咱感觉讲。哦，安尼会讲多一字较对，多一字较唔对，吼，无啥意义。咱即个毋是讲对啊，唔对，就是讲你的讲法，你的看法，你的用法。啊，即摆咱若透这个节目讲出来了，人真侪人要捡去用，爱用的习惯是如何？咱甲比如安尼讲啦，吼，比如讲人大陆中国啦，吼，中国就汉字甲改。改做简体，简啊安尼。嗯，咱遮嘛一直咧甲配咧甲骂。嗯，啊骂这哩骂，人伊安尼创啊好势就是啊。对啊，对啊。啊，无啥物代志。人个温州嘛是伊搭迄落，人嘛搁上月球嘞。对啊，人个无啥代志。咱台湾搁无人上月球嘞。嗯。啊，所以我感觉讲吼，台语，将就尾啦吼，那是讲后摆将就尾，将就尾是讲伫汉字。台语咧用汉字吼，做汉字应该这个汉字伊讲啊写出来，大家都看有白，大家都知，哦。啊那，譬如我那个邓主任提出来迄个遮字啦，哈，遮字迄个遮啊，遮字你若写迄字人读到迄字的人，直觉上不会甲你想讲这里是这里，加就这里啊，哈，不会甲你想话，会甲你想讲加咧啦。食嘞，因迄个人伊中文伊个俗成字，迄个用个食啦，尔，无咧用个这字，哦，啊，所以你若勉强要用迄字，有时阵直觉上读袂出来，读袂出来，好，啊，过来迄个，咱拄则咧讲迄个龟词，这个词啦，哈，这个词，这个词是一咱台语内底台语汉文的对啦，咱拢相对于中文读词嘛吼，啊，咱台语嘛是读字啊，字啊，未读字，啊，未读做字，未读做字，吼，所以你若写迄字出来，直觉上，伊要读做字，可能爱想一下才读得出来，对，无直觉性，文字，希望文字讲较有直觉性，吼，开读，啊，你若我建议讲用罗马字，用这罗马字的时阵，伊的直觉性较好。哦，对啦，我伫食，安尼就，啊，我你讲就用汉字嘛吼，我啊，伫食，安尼。啊，毋过老师来讲哦，你看你当时啊牺牲一工啊吼，一边啊迄落节目时间，教讲罗马字要安怎入门啦。可比讲你无甲我讲这哦，我头壳内底伊在想讲，这着英文足困难的，我着无。唔知影讲这要安怎用？罗马字都罗马字，特别是英文，啊不是英文字。啊，但是伊的写法都看起来都那吼，什么 A 啦、Z 啦、I 啦，什么安尼。不，咱要讲个啊，你头壳内底你都无爱甲接收。唔是无爱甲接收，咱唔知影讲伊的字哪会倒倒的，迄安尼就是安尼。你看迄啰，罗马圣经教会迄啰阿公阿嬷，人拢读啊好势溜溜，啊，咱就安尼摕过来摕过去，都爱上一个安尼。嘿，咱因为咱袂晓嘛，咱家看时阵会家当作讲的是英文字来看安尼啦。你看当时啊，牺牲一遍啊吼，啊教阮迄啰罗马字入门啦。OK。其实这无啥代志，罗马字佫免入门，安怎读嘛是知你日本的迄啰。迄个法国话你袂晓讲，但是法国话听来，甲规只看起就知讲啊，即爿在读啊。迄恁巧的人，哈哈哈！你戆戆的人袂晓哩。好，咱今仔日讲到这啦吼，讲到这个地地遮啦吼，啊，甲我啦吼。哦啊，咱出些时间，咱来研究一下迄个吼。
咱有一台电视台啦吼，逐摆拢讲，你即摆所看的是，什么节目啦？嘿，哦，咱一直讲即句话唔对咧，安怎啦唔对？你台语台湾话即个叫做“数”吼，台语这个“数”，就是已经开阔了啦，开阔了。啊，所以你所看的节目，就是这个节目已经做了了。对不？伊那片尾啦，片尾都意思就是讲，以上恁所看到的节目是啥物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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安尼啦。可以用做了啊，就安尼讲。啊，你那一个开始，啊那你开始的是中间插播。你当讲你所看到的节目就是啥？啊是中间线，中间的插播吼，讲你所看到安尼，这句是唔对。但伊来讲，你在看。你在看的节目，是你自己在看的节目。通常咱台语嘛无讲你，嘿，即马所看到的节目是啥物啥物？那个咱，吼，咱所看，咱咧看，咱咧看的节目是啥物？咧看，啊咧看嘛。嘿，对对，咱刷落，咱咧看的节目是台语新闻报道安尼。对。啊，刷了，大哥，大哥吼，你所看到的节目是台语新闻安尼。你即马所看，安尼就对啊啦。你即马所看，前甲后伊分袂清啦，啊，听了到底怪怪。台语是有安尼吼，所以咱无去互影响去，无去影响去，吼。啊，过来，咱即嘛是电视顶悬咯，上面咯看到一股达人，嘿嘿，拍面啦，身脆皮啦。啊，这达人为倒来？中国字。可能为大陆的未来哦。对啦。但是也不是我唔知啦。介有可能啦。啊，介。咱以前无咧讲达人，咱讲互人身脆皮啦。啊，因咧讲这个达人，这个脸是啥物？打脸咯。啊。拍面咯。应该是面子啊，怕伊的面子啊，哦，打他的面子啊，那应该是面子嘛，吼，嗯，啊，像面子吼，咱台语内底面子就是 democracy 哈，那选举的这面子啊，啊，甲这个面子的这面子啊，嗯，同音哦，对，哦，同音，啊，变怎？啊，讲啊，你也无面子。嗯，我无面子。啊，你哪会安尼遐无面子？我甲你邀请，讲要来请你食饭啊，你哪甲失约去？啊，迄面子变迄面子啊。嗯。啊，汉语两字共音嘛吼。嗯。两句会共音。嗯。啊，台北人毋是讲面子无？嗯。台北人讲面嘴。面嘴啦，嘿，对对对，互伊淡薄仔面嘴啦。啊，所以咱台语即句话来改改做讲面嘴。嗯。吼。嗯。面嘴啊，甲即个面子。嗯。分开。嗯。是好代志。好代志吼，啊，就是讲这达人那边用达人来讲，对，要安怎讲？下野民主，下野民主，免啦，你直接个第一个红，红肾肾水配，嗯，啊，肾是安尼呢，嗯，啊，啊嘞，对啊，话就该刺激，该顶一下，唔该刺激，肾水配，唔该轰断呀，唔是说。安尼唔只有气，唔只有风动，骨脆皮，安尼肾安尼骨吼，肾骨嘿，骨痛骨脆皮啦。啊，无，迄安怎讲？那应该来讲讲。风骨脆皮啦，啊，但伊通常是有讲风剃水手啦。哦，刮胡子。哎，刮胡子，剃水手。哦，台湾咱这人讲台语，台语是刮胡子，讲，听讲你若要靠人的迄落，喙手进前，家己的喙手先烤光安尼啦。哦，剃喙手啦。嘿，你若莫，你若要先讲人的时阵，家己四两五啊先剃一下，安尼意思啦。诶，红剃喙手，唔是这，伊即摆这打人唔是意思哦。打人是讲某一个人安尼，爱你家否定掉。嗯，对啊，家否定掉。嗯嗯。否定掉，大家应该那即句话直接一个大家可能骨脆皮安尼，会使啊，会使，啊无就。啊，若讲红剃喙手，嗯，红剃喙手，就是讲你、你某一个人吼，譬如讲，哦，马总统有讲安怎，啊，有啥物人甲反对，对啊，哦，反对我们这边这个张显耀啦，这个叫黄奕琦啦，甲这个马英九啦，这三个这个什么干爹的问题，就是互相扣喙手，扣来扣去嘛。啊，你唔是哦。啊，你无识斗，唔是靠嘴笑，啊，你唔是啊，互相咧斗争，互相斗争，碰来碰去，靠嘴笑唔是安尼，啊，唔是吼，嘛唔是嘿，安尼比如无，对，啊，靠嘴笑是安尼，譬如讲，你是老大，嗯，啊，你讲啊，讲安怎安怎，细汉的，明仔早拢来，拢来阮兜，
听我讲个安尼。啊，有人讲免插伊，免去，安尼好做剃须刀。哦，改否定掉。否定掉。否定掉。安尼就是迄落。所以第一即句个打脸即句，我想想个点吼。啊，台语甲译做讲叫做割嘴皮。嗯，互人割嘴皮，扇嘴皮是安尼扇嘛，割安尼个，割嘴皮，安尼嘿。因为咱即摆吼，咱自即中文个教内底一丝啦，吼，哦，嘛算袂少哦，诶，即个中文个成语啊，成语，吼，还是伊咱一百个 phrase 吼。啊，这物件即摆咱要用来台湾话时阵。用来台语的时阵，哦，你若要转个英转，照喊你个读，像你讲巨蛋，讲叫做巨蛋，转读的时阵，大弄小弄，说唔知啥物唔对，迄时阵台语需要改，小改变动改，用我较下台语的改，一记安尼，有这话就对啦。哦，即摆咱讲打人这个有得挣扎，挣扎军粮。挣扎，咱顶边前啊遐侪开始的时阵，敢那捌讲过嘛？挣扎，挣扎，像你那，那是两个迄落，挣扎是挣是挣，扎是扎。唔是中国话，这挣扎伊原来有这有形甲无形的。比如讲有形的，就是就插到警察抓到，哎，挣扎要走起安尼。啊，有者讲哦，我著看到猫咪人哦，我心肝内底吼很挣扎，到底要跟他讲好呢，还是不跟他讲好呢？让我心里面很为难呐，好生为难呐，一直挣扎着，到底怎么样？要说不说？那是无形的，是无形的。好，即卖啦，迄个有形的，咱等于讲，你讲军粮吼，是有适当，啊，无形的。啊，无形的变怎讲？车车，哦，足车车，心肝啦，心肝来砸掉的足车车。诶，车车看唔知要安怎哈？啊，车车甲未困哩，挣扎都睡不着觉。归暗车车，唔是车车哦，唔是车车哦，车车哦。哦，车车，车车是无。啊，车车是车车，车车是伊那底下咧车车，哦哦，车车，好，大家车车。哦，啊，安尼就小留一寡，迄落后礼拜讲就对啦。后礼拜咱过年休困嘛，啊，过来就过过一个礼拜吼，啊，咱搭请老师过来讲，啊，过一个礼拜归去啦，归去啦，归去你就先安上一个罗马字的入门的课啦。啊，无我这戆戆的人啊，看节目主持甲煞的时阵，我煞拢无学着半字。要安怎入门安尼吼？好啊，咱今仔就到遮啊，祝大家新春快乐！啊，过年吼都爱穿好烧啊，去行东西，趁钱无人知啊，走东北啊，趁钱稳达达啊，大家拢好呀好过年安尼吼啊，伫遮祝福大家。